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绕圈五六七八有两次啊、哦、七八所以这百老汇爵士嗯他就搞什么样的特色特色就是他的伴奏很神耀眼的地方就百老汇啊他就是百老汇的爵士舞蹈所以他的特色就是比较有一点点老的爵士味道然后占可能20%不到这样子然后剩下会带一点点现在的 New Jazz 对八好再次六七八九一才开学第几个礼拜第四个礼拜20%增加这些